好，各位观众，我知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坐拥九尾狐后宫的感觉。我是汪，欢迎来到只有娘的世界。上一集我们又到地下城去逛了一圈，把我们各种各样的降魂工具都测试过了一遍，还顺便带回了很多很多空的生怪砖水。今天这一集呢，汪汪想继续来讨伐一下我们盖亚魔典的生物，刷一下一些独特道具啊。那汪汪今天想要刷的盖亚魔典生物是我们三木地区剩余的怪物，就包含了我们的九尾狐啊、雪女以及我们的鬼族。那今天我们就先刷我们的九尾狐，因为也有观众说他们想要多看一下九尾狐美丽的身影，没有问题，汪汪实现你们的愿望。那汪汪因为在这个山木地区已经生存很久了嘛，所以只要一到晚上的话，其实我都会看到九尾狐。我已经收集过九尾狐的碎片了，可以看到这边有27个，不算多啦，但是起码已经够做一颗蛋了。我们就来把这个九尾狐的蛋给做出来吧，这样就是一颗九尾的生怪蛋了。我们就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我们这个生怪砖放出来吧。那汪汪决定啊，要在我这个我们幻想乡道路上这个阴森的草原上来进行跟九尾狐的激情对战。那汪汪就选择这个位置好了啊，这个位置刚刚好，但是我们要先等到晚上，因为九尾狐是晚上才会出现的怪物啊。那既然它是只有晚上才会出现的话，这一次我们先回去找一下我们之前那个火之巫女吧。啊，那这个火之巫女啊，就是我们的祢豆子妹妹啊。如果各位对她没什么印象的话，可以回去复习一下我们第100集的内容。那我现在说我想要让太阳停止移动的话啊，我们就可以让它进入永夜状态了啊，其实也不是永夜啦，只是让它的时间暂停而已。好，我们就可以来放上我们九尾狐了，但是现在这边还是太亮了，所以我们要把地板上这个光线给打掉。我们顺便先补上一下我们非常久违的这个保护八衣装啊，毕竟九尾狐它算是一个二级魔物啊，盖亚魔典的二级魔物，它的伤害是很出众的，我们要小心一下才行啊。哦，我再拿个石半砖把我这个那个荧光球的位置给记住一下，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忘记我怎么放置的。哦，九尾狐出来了，嗯，有暗度够暗了，然后它就开始喷火了。它是一个火系的盖亚魔典生物啊，那我们还是先拿一下盾牌好了。来，拿到盾牌了啊，这样子他的火球就打不到我了，我们就可以等他慢慢的过来。他在血量不到 75% 以下的时候是不会进入近战状态的啊，然后他只要一到 75% 以下的话就会开始进入近战模式了。我们就先开一下汪汪的夜视效果，继续来跟各位做解说。哦，一次来两只九尾狐真可怕。先想办法把一只的血量给消掉。欸，他拿出扇子了。那拿出扇子的九尾狐他会有一个特殊能力啊，就是他会有击退二的能力。就可能要让大家看一下他打我才会有感觉哈。现在他刚刚好像打我打得没有很远，所以没感觉到。就是刚刚有一个他被打到 75% 以下的血，他会切换出一个扇子嘛，那个扇子他会附带一个击退二的能力啊，就是被打到会 打特别远啊，又出现了一只了。那在接下来的话，九尾狐他是完全免疫火焰伤害的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做一把完全火系的那个剑剑叫那个天照吗，我们把它拿来敲一下九尾狐，伤害应该会变得非常不出众哈。要求来，我看一下，我靠他一下，哎，好远哦，好远哦，哦，这九尾狐好会打哦，天哪，天哪，你先让我一下好不好？先让我靠一下，哦，伤害还是蛮出众的，所以这个天照剑的那个火焰伤害跟我们原版的火焰伤害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有看到刚刚九尾狐它不会燃烧，然后来了一只鬼族，嗨你好，嗨你好，请你离开，我这一集我只要接到九尾狐就好了啊，烫。有看一下，被他打一下，他会被打很远哦。哦，有被击退到很远了。拿了扇子的九尾狐会有击退二的效果啊。啊，汪汪先稍微撤退一下哈。九尾狐打一只的话还好，九尾狐稍微多一点，多几发火球，我就快被射成神经病了。所以我们先来拿一下特殊的道具。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这个史莱姆粘液滴吗？那它熔岩史莱姆的粘液滴，它有这个抗火的效果，我们就把它带到身上来吃一下。顺便再来带一个凝固血的液滴，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值。那其他的话，幸运效果看起来不太需要，跳跃也不需要，加速的话可以稍微玩一下。那刚刚我们已经有打到九尾狐的两种掉落物啊，一个是我们的灵火，它可以拿来当我们的燃料，就是丢到熔炉里面去烧东西，还有精力。除此之外的话，九尾狐还会掉
金箱子，对，金箱子会出产金装备，还有金矿的箱子，还有书包，以及它的独特掉落物，有包含了刚刚他看到的手上的火焰扇子，以及一个九尾狐玩偶，就是我们这一集主要要收集的东西，希望汪汪可以收集得到。好，那我现在已经有抗火的效果了，我不怕你了，再来吧，现在给你射一下哈。哦，看看这里，哦，它的模型做得好棒，我现在不再怕火焰了。好棒，好香！先看一下我们的火焰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不要客气哈。那它攻击伤害的话，不知道我们现在穿那个，我们现在还是会燃烧哎，它的那个近战伤害还是会有燃烧，那我们还是举一下盾牌吧。嗯，来，再来敲一下啊，现在敲起来就轻松多了，不怕火焰伤害，爽爽的。来揍我啊，揍我啊，揍你，揍你，再揍你。刚刚不是很敲，刚不是火焰伤害，我现在已经不怕火焰伤害了。来，再来吃一个史莱姆粘液滴，我现在。只能维持个一分半的效果啊！好，可以，起码我们就可以先把那个九尾狐的那个火焰前段攻击给克制住了。那这个火球不会烧到木头啊，所以也不用太害怕会造成森林大火什么的。我们继续来刷他的宝物。嗯，目前还没有掉其他的特殊掉落物啊，我们再刷一下。哦，九尾狐的近战伤害也是高的蛮夸张的啊！我的盾牌才没对付几只九尾狐，就已经只剩一半的耐久度了。所以我们这次来改用我们的远战试试看好了。来，先来把这个荧光球打掉。这次来改用啊，不对，我还没吃史莱姆一滴。啊，好，我吃了，然后我再来吃个凝固血一滴，再来吃个加速效果。好，可以，来玩，来，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啊？看起来哦，有掉书包了，看到没有？这边它的稀有掉落物之一是这个书包，哎，一次掉两个，不错哦。那我们就照这个头势继续冲吧，这样他们近战也打不到我们了。然后弓箭再稍微修一下就好了，这边我已经带了来修补的东西了。每一分半就要记得吃一下这个史莱姆一滴，不然的话会开始着火。夏日大作战啊，防火措施。丢耶！哦，金箱子，有金箱子了，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的金箱子，那它就是可以拿去烧一烧，获得二等经验结晶哦、那还可以掉这种金的装备，还有金的东西啊，这个、金的东西给我们会是附魔的。好，那囤积更多的哎九尾狐啦，我们再来射一波，不知道我的抗火效果哦，15秒，吃一下，哎，等一下，我先吃一下东西嘛，哎呀，别人在吃东西，你打我，你没礼貌，走开。啊！去你的！是不是很想被我拖？想被我拖要说一声你。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做弄第三个方块了。我觉得我应该 handle 得住啊。如果现在是拿这个弓箭的话，而且弓箭消耗耐久度也不会那么快了，可以多对付几次九尾狐。嗯，又要吃史莱姆一滴了，来吃，好吃。哎，还可以顺便补饱食度呢。这史莱姆一滴真的超优质，超棒的。还有掉什么东西吗？啊，继续刷。哎。啊，好，我知道，你们真的很欠人爱耶，真是的，射爆你们，把你们射到通通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I don't know。哦，从他屁股看过去，感觉真的好毛茸茸，好可爱哦，天哪！但你们还是必须得死，毕竟我要获得你们的道具，没有东西，继续射爆你们，射出来，来四个深怪砖刷起来，哎，不要客气，哎。我是个精力旺盛的好汪汪，你们多少来上，我都可以把你们弄到满足为止。对，我会让你们缴械的，缴出你们那个手上的扇，还有你们令我心动的啊九尾狐娃娃，通通送上来啊！我很需要他们，我需要他们，我才可以结束今天这一集。所以拜托给我一下你的九尾狐娃娃好吗？哦，好多，NPT 被揍到了。你们活该 ，NPC 来揍你们了，你们有的好受了，我的 NPC 都很厉害的，NPC 死掉了，天哪，真可怜了，哎，我帮你报仇，我帮你复仇，这群小小九尾狐，就让汪汪用我的神奇小公公来制裁他们。好，各位观众，我知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坐拥九尾狐后宫的感觉啊，你们觉得舒不舒服啊？来，被九尾狐包围哦啊，还可以看他们尾巴，每人都有9条尾巴，总共这里有几条尾巴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汪汪哟。莫名其妙的问题啊，刷起来啊，真是的啊，我的史姆药水已经消耗只剩25个了啊，开始打起我来了。希望这一波刷完之后可以起码掉个扇子或者是玩偶之类的其中一种道具啊，不然真的会刷到我有点神经病啊，太多了，每次都要打好几下。
这一波刷完的话还没有掉，汪汪就不拿我们的那个刷怪龙钓竿了，就我就不太需要他们的碎片了，我只要有足够他们可以再做一个刷怪龙的碎片之后就可以再保存他们了。好，刷起来刷起来，通通打起来，太多后宫了哦，我的精力不够旺盛了，对，我快要变成贤者模式了，快快快，这么喜欢我，我需要，我这么多人需要侍奉，哎呀，舒服吗？再来，我快没精力了，我快没精元了啊，都快被他们吸干了，真是的啊，我的精力都没了，都没了，都败在这些后宫的身上，真是累人，累爆了。宫的耐久度也只剩一半了啊，开始是不是要吃一下 ED 啦？啊，吃到了啊，又有 NPT 被打到了啊，我稍微离远一点好了，不然他们要伸出来真的会打不完。好，这一波刷完来看一下我没有获得什么特殊的掉落物。哦，又有 NPT 被打到了，不好意思啊。哦，今天好多 NPT 居然串场啊，哦，感觉真有趣。来，帮我打他。NPT 又挂掉了。哦，又有新的 NPT 啊。他帮我收尾了。看一下哈，没有掉新的东西。我们看一下井下这边有没有新的东西哈。真的不好掉呢，不愧是独特掉落物。好，继续刷吧。哦，是九尾狐娃娃哦，打到了，再来就是扇扇的部分，哎呀，再来给扇扇了，哎，我的啊，还有一分钟，没有问题，射爆你们，来，再来，再给我一个扇扇，我知道你很乐意给我扇扇的，来给我更多的扇扇，给我扇扇，你们这群臭后宫，把你们扇扇缴械出来。只差圣上而已了。虽然说我之前私下刷的时候就刷到圣上了，但是我还想再给大家看到我打到新圣上的感觉，这感觉就是特别的不一样。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九尾狐娃娃？哦，一次获得两个九尾狐娃娃，我们先来拿去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打扇子哈。看一下，它有奶子吗？有，它有。那它后面长怎么样啊？一个尾巴而已。也是啊，它这么小一个，做九个尾巴应该是挺不方便的。还有什么东西呢？啊，你们想要来看自己的娃娃是不是？哎呀，不要靠我那么近，我会害羞呢。过去，我想先玩娃娃，我晚上来陪你们。不对，现在已经晚上了，我早上来陪你们，做很多好事情哈。对，像你们想要吃什么巧克力卷饼的，我都做给你们吃哈。看一下哦，其实它的设计感是很不错啦，就骑啦，可以啊，尾巴很大条，看起来很软蓬，很好，而且各种细节都做得很好，对，好，那我们继续去刷扇子吧。嗨，金身银之树你好，嗨，卑鄙人之树，哦，是九尾狐扇扇，我什么时候打到的？我也太淡定了吧！我等一下，等，哎，我可以开始把那些好不，我被打好远啊！我可以开始把那些那叫什么东西啊？深怪砖给挖掉了、啊，毕竟我已经打到扇子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打到的，我就莫名其妙突然打到的，他就突然出现在地板上。要不是刚刚那个竞争灵之柱提醒我的话，我可能还不会发现的。那除此之外，我还多打到了一个九尾狐的玩偶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啊！好，我知道你很爱我，我知道你热情如火，但我要把你们的生怪砖给挖掉了。其实我也没有刷很多我做完四个生怪砖之后，我还多打了一组，就打到这个所有的东西了。看一下，燃烧二级推一的华丽焰扇，它可以附魔吗？看起来不能附魔的样子啊！没关系啊！感谢你们给我的美好时光，但是你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了，好累哦，还是平射好了。来射哈。那下一集汪汪应该还会再稍微把九尾狐装到瓶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它放大之后的样子。那为什么不这一集做呢？因为这一集时数不够了，我们再去把九尾狐的那个娃娃三个都放在一起吧。我第三个打到的娃娃放在这里啊，三只九尾狐齐聚一堂了，感觉要开会了一样呢。那我们就把这个扇扇拿到我们的副手，再把我们的主手拿起一个薄利的预备，我们就会看起来像一个神奇小道士一样。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把
九尾狐的所有的掉落物都刷到了，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盖亚魔典的九尾狐啊。那各位在外面片底下留言的时候，可以留下你们 craft ID 还有名字，这样就有机会出现在外面片当中哦。今天就是这个样子，感谢各位收看，不，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